世界，骄傲的自由就必须妥协。是否伤痛带来的错觉，若没有倔强就必须忍耐。带着伤迎着光，直面战斗，不畏战，我用剑刻出不朽，有力量冲破禁锢的魔咒，有力量击穿这一切阴谋。抬起头，握拳头，撕裂疯狂，我怒吼，剑出手，只为梦想，余生起来望着的模样。等待光芒万丈到来，望着英雄归来，四面楚歌也无法更改我不屈的本色。等待光芒万丈到来，下着气势如海，剑破规则，机关星河，逆流而行是我的本色。这底下竟然有成片龙影血落，怪不得有火焰兽守在附近。这里的火焰之力竟然强到能让赤羽圣衣复活。怎么会有冰？不就是用点你崽子的血肉炼丹吗？还真是不依不饶啊。别浪费精力，小的带走就行了。别忘了，我们还要去找拿到赤羽圣衣的家伙。他们在找赤羽圣衣，难不成是九天道宫的人？竟然有人能潜到这里，何方高人呢？别藏，出来见见吧。手段如此狠毒，果然是九天道宫的人。听起来你是九天道宫的对头啊。正好帮我们一个忙吧，你先带小火焰兽跑。死了？不对，还有的救。就麻烦你替我们周旋周旋，我们坐收渔利。啊，你有没有觉得这小子身上的力量有点像赤羽圣衣？我没伤你孩子。真是麻烦，那就别怪我了。青红斗阳，我说了，没伤你孩子。圣衣没错了，想不到赤羽圣衣竟在一个境界这么低微的小子身上。凭你我通玄境的实力，还愁得不到赤羽圣衣吗？等我们回去了，肯定能受重伤。他还活着，力量怎么突然变得更强了？等等，他们不是同归于尽了吗？
前面来的时候就看到你飘在空中，把那两个人都烧成灰了。烧成灰了？该死，太便宜他们了，应该留条命，问问九天道宫的事。然后呢？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晕了，然后这个火焰兽就把我们带到这边来了。火焰兽？ 难道是赤羽圣衣的力量？血脉之光第一层大成吗？这重新燃起的火焰，竟然在淬炼我的神魂。你还好吗？ 不会再变成刚刚那样吧？没事，咱们走吧。看来这火焰还真是赤羽圣衣需要的火之力。但是，刚刚让我失去意识的。 真的全是这赤羽圣衣的力量吗？灵儿呢？灵灵出门替你寻大夫了，快回来了。如今大房只剩灵灵，二房又居心叵测，就等着我死后掌权。我虽然不想让他们得意，但这。 或许就是我的命数，萧爷爷，药好了。别再拿这些东西糊弄我了，你这神医都治不了的毒，世上还有谁能救我？哎，把他们都叫来吧。心死了，自然是大罗神仙也难救，那就别浪费这吊命的汤药了。哎，慢着！哎哎哎哎！ 终于回到咸阳城了，这下可以好好吃一顿了。神医已经先行一顿，汇报老太爷了。老太爷这么宠小姐，一定会为小姐准备一顿丰盛的接风宴的。哼，那是自然。怎么样，叶枫，我们中州可比云武国大多了吧？我们萧家的财力更是堪比你们云武国皇族。你看你千里迢迢的来了，以后就住在中州，别回那边陲小国了。啊，你怎么了？ 没什么，走吧。没想到刚来咸阳城，却有东西引发了帝京的躁动。这趟萧家之旅有意思了。什么狗屁单身，还要我们大张旗鼓的迎接？玲玲堂妹，别是找了个江湖骗子吧？哼！你跟着小姐一同回来。
可又发现这丹圣有什么过人之处？我和萧石并未看见过丹圣治病救人的过程，但小姐对他极其信任，为了求药甚至给他揉肩。丢人！萧家何时需要这么低三下四求别人了？爹，这丹圣不能留啊！二叔，我带着丹圣回来了，他爷爷还好吧？我带丹圣去给他治病。老太爷好多了，治病不急。你不是有事找小姐吗？哦，小姐，二老爷前两天刚给你买了只鸟，我带你去看看吧。啊，真的？啥鸟啊？叶枫，我看完鸟就带你去看太爷爷。这丫头还真好糊弄。你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正好，你们的家务事我也没兴趣掺和，就此别过。算你识相，赏你点辛苦费，带着你那什么狗屁药丸糊弄别人去吧。愣着干嘛呢？滚了！第一，是你们萧家小姐求俺；第二，敢侮辱丹道。做好死的准备了吗？放肆！一个乡野骗子也敢在这大放厥词，给我轰出去！哼，萧家没人了吗？碧丹九重也敢带出来丢人现眼？看招！强的灵力，一起上！举出手！青红正阳！后面，后面！你们这群废物！他竟然将师兄的灵脉烧断了，这是什么功法？敢伤我师兄，我宰了你！宰我？你们的经脉，你别要！一个碧丹八重，怎么可能？你们父子不就是想弑亲夺权吗？我懂，不过你们得等两天了，萧老太爷不能死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们也想救老太爷，只是他病入膏肓，已经神仙难救了。哼，是吗？那我要是救得了老太爷呢？你要有这本事，我当众下跪道歉。诺。好，那咱们一言为定，到时候可别不敢认啊！哼，爹，你住口！叶枫，你斗不过我二叔的，快走！你怎么还洗上澡了？你来的正好，拿个毛巾给我。给，搓背。我不是丫鬟。我知道，萧大小姐帮我搓背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逗我？只是一些盘缠，赶紧拿上，快走。你慌什么？你太爷爷治病的事，我心中有数。我没数，萧十一偷听到他们的谈话了。不管你能不能治好太爷爷，他们都不会放你走出萧家的。你是我找来的，我不能害你丢掉性命，所以你快走吧。真的不救你太爷爷了？我算看出来了，二伯还有堂哥他们根本不想救太爷爷，所以我不能再害你出事，否则我会愧疚一辈子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死，老太爷也不会死，这世上能杀我的人还不存在。真的吗？你吹牛。真的，我保证。老太爷马上就要咽气了，这时候不能出岔子，得想个办法除掉他。哼，一个毛头小子也敢称兽，
我看他还能嚣张多久。这是什么？我要你们马上动手，夺取萧家大权。是。不吃解药，片刻就会完蛋。叶枫，敢和我作对，就送你去见阎王。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哼！死在梦里，便宜你了。阎王！哼，我不光演你。我还要杀了你！什么？你敢？没有我叶枫不敢的。好好尝尝，我还给你加了点料。雪灵花，这么稀有的玩意儿都能弄到，看来萧玄野心不小。叶枫，大半夜的，你来干什么呀？啊，我睡不着，瞎逛，看到有可疑的人往这边来了，可惜我修为不够，把人跟丢了，所以就先来看看你有没有出事。你看到的人是他吗？别叫，明天给你看场好戏。这次将大家召集来，就是想问问诸位的意见，这丹圣叶枫究竟是信还是不信呢？自然要信，他医术高超，我可是亲眼见过的，肯定能治好太爷爷。是啊，死马当作死马当活马医，事关老太爷的性命。三弟，这么说未免也太不孝了。那布衣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叶枫他出事了，谁杀的他？啊！你怎么知道叶枫出事？就是被杀了。不是叶枫出事了，是叶枫把洛少爷给杀了。什么？啊！洛儿。我的洛儿，叶枫，叶枫，滚出来！二当家的怎么还在演啊？好好的赌约不少，非要自己儿子来送死，那我也只能成全你们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但你杀我儿，我必不能让你活到明日。如果我没记错。二叔可是碧丹巅峰，叶枫怎么打得过？不行！实力还不错，不过就凭这点实力能搞到血灵花，还差点意思了。二当家，你背后的靠山是谁呀？多罪。断天大圣，看来我还是对你太客气了。血脉之光，二哥，你不过碧丹八重，怎么可能接住我的断天掌？不可能的事多了，二当家多见见世面吧。
墨儿，你原来你没死。你的毒药品味太低，把人迷晕有什么意思啊？我加了点料，让他既动不了，还保持清醒，留口气让你们父子相聚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你还真让我看了出好戏、啊。爹，墨儿，你墨儿，墨儿，哼，看我做什么？虎毒不食子，拿儿子挡刀的可是你这个好爹爹。我杀了你！放过二哥！放开！我要给洛儿报仇！这些小辈们都看着呢。事已至此，先让洛儿安息吧。叶枫，这笔账不会就这么算了。你能打得过我再说吧。叶枫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今夜去老太爷的房间看着，不要出来。为什么？晚上你就知道了。老头子果然把乾坤圣经藏在这儿。叶枫，你今夜插翅难逃。二哥，闪开，不然我杀了你们。二哥，乾坤圣经虽是萧家秘宝，但连老爷子都无法驾驭它毁天灭地的威力。你拿了它，万一伤了自己，得不偿失啊。与你无关，闪开。二哥，萧家守护圣经这么多年，不能让你带走它。你把东西放回去，我当什么都没看见。哼，要拦我，那就都去死。小玄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把乾坤圣经还回去，萧家还能给你留个位置。老三死了，现在换你这个老四来使威风吗？找死！萧简只要一死，我就是萧家未来的家主，我就是萧家的天。云。灭剑气，这是刚入咸阳那时感受到的气息，离我越来越近了，看来是有人来了。叶枫，我带我儿来向你索命。下场，只可惜死得这么快，太便宜你了。我本来在屋里准备了毒丹给二长老尝尝，可惜你不太懂礼貌啊。看来你早就知道我要来，不过没关系，有乾坤圣境在手，杀你就是再费点力气。圣乾坤斩。这宝贝好大的威力，得先避其锋芒。惊鸿渡影，哼，你的招数太明显了。圣乾坤断。宝镜变幻无穷，毛头小子给我儿成命。圣乾坤散。抓住！啊，好诡异的阵法！就算用了保护又如何？
少爷不是我的对手。你有我的弱点是近战，荒谬！老子近战还没等。混蛋，沈乾坤，回！竟然蕴含着星空之力，这与我前世渡劫时感受到的力量一样。哼，有本事别躲！见识到我萧家秘宝的厉害了吧？你狠是吧？老子最不怕这个。来了，别操纵，这镜子失控了。行剑诀。灭剑气，我的识海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是帝京把乾坤圣境的力量吸进来了。这股力量磅礴浩瀚，说不定可以用来与九天道宫一战。又增加了，看来是地精突破促成了他的壮大。野风哟，二长老是属蟑螂的吗？怎么还活着？你杀我独子，毁我萧家秘宝，今日你必须死。竟然以燃烧兽元的方式强行提升修为，老疯子是个狠人，那就先拿你试试刀。流光尺，我只用了三成功力，他就飞了。这地精里的功法果然不同凡响。傻了。爷爷，爷爷，我要吃糖葫芦。完了，没控制好力度。这流光指不光力道大，对神魂冲击太大了。没想到这萧玄私盗家族秘宝，还毁了禁地。云兄，还是快走吧，别被萧家连累。我这把老骨头虽然没用了，但还是有一战之力的。哎呀，你就别逞能了。外面的动静好像停了，肯定是叶枫赢了，我出去瞧瞧。回来，乾坤圣境的威力无人能敌，一个炼药的小子如何抗衡？过来，躲到我这边来。老夫跟你拼了。他就是叶枫。金针风拳，火气这么大，看来是拼了老命劈的这一刀啊！萧兄，叶枫，你没事？二长老呢？二长老很好，可开心了。玲玲，把老爷子扶到床上去，都命悬一线了还劈人，真是麻烦。是。可以了，老太爷已经没有性命之忧了，剩下的喝药调理即可。这么快就医好了？毒真的解了？敢问小友，这是什么术法，竟然解了这不治之毒？金针术里最基础的针法而已。金针术，这是什么术法？
从来没听过。哎呀，管他是什么术法呢，我先让太爷爷把药喝了。等等。啊？雪灵花。叶枫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药不对症，我等会儿再开个方子给你。啊，是我疏忽了，如今毒已经解了，自然不需要这么猛的药剂，让小友费心了。萧玄败了，萧简现在也清醒过来了，夺取萧家的计划怕是一群成不了事的废物。没了萧家，逆玄大计便少了最关键的一角。主上，吉日已近在眼前，我们该如何是好？谁说少了一角？那人不是还在萧家吗？鹿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鹿儿吃糖。叶枫，你害得我！你日后是吃傻还是清醒，吃老鼠还是吃馒头，现在全在我一念之间。说点我想听的。黑粉汤，我只知道他们叫黑粉汤，其他的什么也不知道了。黑粉汤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能把手同时伸到萧家和百药盟，不就是九天道宫的实力吗？我没听说过什么九天道宫，但黑粉堂邪性的很，我若不是为了保全我和洛儿，怎么会出卖萧家？黑粉堂的堂主叫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也没见过他的真面目，我只知道他的手上……他的手上怎么了？哦，这儿，凤凰剑，血脉之光，去哪儿？凌冽剑气，这点本事也想留给我？青铜不赢，通玄巅峰，退。这是哪儿？小白别走，真好吃。你清醒一点，是我。你醒了？下去。你别多想啊，是因为半夜太冷，床边根本趴不住，你身上又暖和，所以我可不是占你便宜，我就是想睡个好觉，而且这是我的床。是你把我带回来的。嗯，你说要去见萧玄嘛，我就跟过去了，结果刚到就发现你躺在地牢门口。你没有见到有什么可疑的人吗？这个通玄巅峰的高手不简单，灵力中藏有暗劲，连我也没有防备，可为什么他有机会杀了我却没有动手呢？想什么呢，恶伯？以后这种事我自己一个人可以，你别跟了，很危险。就是因为危险才更要去，这次要是没我，你说不定都死在外面了。我爹娘说了，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要互相帮衬。什么意思？帮衬什么？就。乖侄女，老太爷怎么样了？不许占我便宜，太爷爷好多了。哎，正好今天天气不错，叶枫，我得带萧家好好犒劳犒劳你。少爷，小的身上真的没有什么宝贝，您就放了小的吧。放屁！
没宝贝天选宝牌怎样？我花大价钱买了它，就是为了防止你们这群刁民撒谎。不给也行，那就往死里打。怎么认识？是南宫烈，南宫家家底殷实，他妹妹南宫林又是咸阳城第一天骄，因此实力上总压我们萧家一头，所以老在城内胡作非为，还曾试图当街非礼我。到底藏哪儿了？没想到现在变本加厉，买了宝物搜刮百姓，这狗东西！小女侠今日休沐，哥哥替你出气。藏这儿了。什么人？敢坏本少爷的好事？在下叶枫，前来打狗。来了条爱管闲事的大鱼，给我打！爷爷，我下手没轻重，打疼了。你忍着点儿，我提霸天门我出来。无敌是吧？霸天是吧？快，一起上！放人，不然爷爷我下手没轻重，打疼了。你就只能忍着了。放人，不然爷爷我下手没轻重，打疼了，你就只能忍着了。有两把刷子，你是谁的人？我。原来是萧家大小姐呀、啊！怎么，前两天没打过就回家摇人来了？啊？怎么看都是一副穷酸相。你身上有什么宝贝，能让天选宝盘起这么大的反应？拿出来，让大伙开开眼界。哼，好啊。拿的什么东西？打开。你再靠近点就看到了。公子，你敢耍我？耍你怎么了？你找死！哟，美女在哪儿？你敢打我的脸？我爹都只打我的屁股。你脸皮厚，当然打脸了。你太虚了，不是我对手。敢不敢跟我比一场？赢了，我南宫烈的全部身家拱手相让；输了，把命留下。玩的这么大呀，我喜欢。我们公子可是通玄二重，他必单八重敢应战，就是找死。境界之间的差距可没这么好跨越。啰嗦，今日我萧玲玲就把话放这儿，叶枫若是输了，别说他的身价，我的你们也一并带走。好。未免也太目中无人了。这小子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灵力？他的实力根本不止碧丹八重。还有其他招吗？没有的话，那就该我了。这灵力看起来最多也就碧丹巅峰，可是为什么能释放出通玄境的威压？这次是我大意了。尝尝这个南宫绝学第三式。春石雨林凤凰劫血脉之光。这是什么功法，竟然能破得了我南宫家的绝学？还以为你南宫家的绝学有了不起的地方，看来都是华而不实的玩意儿。
看着吓人，其实是草包。哎，把钱都准备好，省得本小姐一会儿一个个要。你一个大男人玩什么水啊？这功法一看就是给女子修炼的吧？敢侮辱南宫绝学，给我闭嘴！少爷，少爷！哎呀，南宫少爷真客气，也不是第一天认识了，怎么行这么大的礼呀？你个臭！想好了再说话。你又打我的头！萧玲玲没告诉你我爹是谁吗？我打人，从不管他老子是谁。我的手，我的手，松开！再嘴硬，另一只手也别要。说，你认输？我认输，我认输。少爷，没事吧？少爷，少爷，滚开！切，咸阳城第一世家大公子的全部身家，就这？你给我记住，你从我这儿夺走的，我会加倍讨回来。讨回去？先拿来吧你。我已经认输了，你还想干什么？哼！衣服料子不错，带上。鞋子就不要了，太臭。好嘞。叶枫，今日之耻，该是我必加倍奉还。那你可要快点儿，没准我哪天心情不好了，再找你揍一顿。走。主任，领完罚了。属下夺取萧家任务失败，万死不辞，但请主任再给小人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。叶枫是堂主亲自选定的人，能够代替萧家替我们完成计划。现在他已经跟南宫家对手了，剩下的我们只需要顺水推舟，添柴加火。可是叶枫自从治好萧简之后，便和百药盟熟络起来，想激化他和南宫家的矛盾，只怕百药盟有堂主亲自镇守，你敢质疑堂主？不敢，我这就去办。我准备好了，让我看看南宫烈这混蛋整日强取豪夺，都抢了些什么宝贝。妈呀，这混蛋竟然抢了这么多宝物，真是太可恶了。别让我再遇见他，否则没他好果子吃。这次输了家族智囊，这位南宫少爷得有段时间不敢出来见人了。小姐，老太爷醒了，特邀叶神医前去答谢救命之恩。太爷爷醒了。哟，来了。果然是战玄境强者，才恢复些就能有这么强的感知。你这次救了我的命，还替我萧家铲除了一劫，想要什么宝贝直说吧。老太爷见外了，玲玲是我的朋友，不求回报。哦，金银财宝满足不了你，看来这人情我是非欠不可了。您又想多了，我什么都不要，就好奇一件事，您的伤是怎么来的？为什么想知道这个？您的伤既有妖兽的气息，又有极其霸道的灵力，还有一丝我看不透的毒，任意一种手段都能要了老太爷的命，可对方偏偏让您活了半年，所以盯上我萧家的实力恐怕难以想象。老太爷还是先说说伤您的妖兽吧。那可不是什么简单的妖兽，是九阶巅峰的妖兽荒魂。荒魂？不错，如果不是他受了重伤，
我和南宫家家主还有其他几个家族的族长不可能对付得了他。老太爷被算计得好深呐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但萧玄和南宫家没这么大本事。百药盟作为中州最大的医药组织，向来不设任何争端。况且余神医和我是故交，不会害我。在我看来，他们都只是棋子。最重要的，是他们背后那个棋手。不知道老太爷有没有听说过九天道宫这个组织？你竟然知道九天道宫？但我没得罪过他们，更没听说周围人与他们有过什么来往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我一辈子就学会了这么一个道理。小小年纪也敢妄言一辈子。太爷爷，有人找上门来了。啊，南宫家主，我们还没通报，您不能进来啊。完，我们南宫家找人，还轮不到你这个下贱东西来管。南宫小友平日不登门，怎么今日想着来我萧府使威风了？这老小子病居然好得这么快。姓萧的，你少在这阴阳怪气，把天玄宝盘交出来，我给你萧府一条生路。你自己败家输给我的东西，怎么有脸再要回去？况且此事是我一人所为，跟萧府没有关系，要射箭也不看准靶心。该说你们是眼神不好，还是心眼太坏呢？好一张利嘴。又一个战雪，咸阳城还真是藏龙卧虎。叶枫，今天我爹在这儿，这天玄宝盘你说什么都得还给南宫家。你祖宗来了也没用，这宝盘现在姓叶。又是碧丹巅峰，总拿这种不入流的人来应付。你南宫家没人了吗？你太嚣张了。如此两立，斩落一人依旧刚猛无比，这是什么奇怪的功法？还有更奇怪的，惊人斗赢。好诡异的身法，是老夫小瞧你了。那老夫陪你练练。不用，我能应付。小心！不灭剑气，雕虫小技，秋风霹雳掌。颜色瞧瞧，下咽剑气。我撑不住了，太爷爷救我。看你能撑到几时。有光之，一件小事，二位何必大动干戈呢？怎么，连神医也要趟这趟浑水？哎呀，哪里的话，我是来找叶枫小友的。神医是来学金针术还是练丹法的？当然是全都学了。百药盟那些老伙计听闻你的奇事，说什么都不信，
我可得让他们长长见识啊。教你倒是没什么，只是我现在被狗咬，有点忙。南宫老哥，今日要不你就给我个薄面。本药盟向来不设纷争，为何今日破例了？叶枫小友一手金针术出神入化，已是我们百药盟的供奉。今日南宫老哥要是执意为难他，那便是与我百药盟过不去了。对，还有我们萧家。得罪两个势力，百药盟的供奉，你们什么阿猫阿狗都收啊？你说谁阿猫阿狗呢？叶枫可是我从云武国请来的丹圣。丹？没听过。边陲小国不入流的术法吧？叶枫小友，南宫家主还不信你呢，不如，哼，吃了。啊？这小破球能有什么用？用跟你解释吗？哎呀，叫你吃你就快吃，放心吧，不会害了你的。嗯，还真是什么用都没有。这是，这，啊，这就是灵力吗？我可以感受到灵力了。我可以吸收灵力了。对，不就是感受灵力吗？十颗高阶灵果的事有什么好吹的？我出卖了，我出卖一重了。现在是二重了。三重？不可能，肯定是这个叶枫又在耍小把戏。南宫烈，一个通玄竟然被通脉打退，丢死个人了！小玲玲，你找死！住口！还不嫌丢人吗？这丹药确实不同凡响。这样吧，只要叶小友给我南宫家500颗这样的丹药，天玄宝盘的事，我们就既往不咎了。哼，我凭本事赢的，你也得凭本事拿回去。3日后擂台，你赢，宝盘自当奉还，我再给你免费炼丹1年。叶枫小友，别冲动，南宫家有个实力远远超过南宫烈的绝世天才，对上他，你恐怕也是讨不到什么好处的。南宫镇，你敢不敢？好，求之不得。给我这么多灵草，你太爷爷是真怕我输啊？你傻啦，你现在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太爷爷把家底儿都拿出来给你，是想趁你还在我们家抓你给我们练点丹备着呢。你倒是实诚，既然如此，不如我来教你炼丹。啊，教我炼丹？练养颜丹吗？嗯，你想学什么都可以。好，那我还要练护肤丹，还有瘦身丹、美白丹、治不胖丹。啊！又炸了！为什么呀？我就不信了。不跟你说了，凝丹的时候不要着急。别碰，丹药会爆。爆！有点晕。练个美颜丹，怎么练出迷药了？哎呀，叶枫小友，来陪老夫喝喝茶。小畜生！太爷爷，仅仅挥手间几道灵力，就有如此破坏力。不愧是真玄境。太爷爷，你误会了，这只是个意外。住嘴！老太爷，
你们认识才多久？我的宝贝太孙女才多大？可我强的不一样。您听我说。说什么说？混小子，想解释，熬过我的威压再说。这小子竟然能同时操控两种相克的属性，这是九重无灭功第三层三行拳。这气息三种属性，等等，他还突破到了碧丹十一重，气息还在涌动。这小子不会是要突破十二重吧？我这怎么可能？中州最强的天才也不过到达过碧丹十重，这个叶枫到底是什么级别的怪物？太爷爷，他居然在你的威压里突破了。在了十一重，天道枷锁。上次父老帮我破了一条，这一条看来得靠我自己了。祝我突破功法和境界，多谢老太爷了。对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别辜负老夫的栽培啊！以后有机会也多瞧瞧玲玲。太爷爷，你别说了，走。太爷爷，你怎么变脸变得这么快？听好了，玲玲，这个少年以后给我牢牢抓在手上，等你跟他成了婚，我萧家可就有望登顶中州了。太爷爷，你好像想的太多了吧。叶枫，又是你！哼，先前还当着叶枫可以代替萧玄成为我黑坟堂的棋子，但这气运如此变幻。来人，传我令，诛杀叶枫！啊！可是，堂主不是说……堂主太心慈手软，这种不稳定的人绝不能留。按我说的办。是。不够不够！你们早上都没吃饭吗？一群废物！一血归元第三重，玄魔伏影！没想到从密库中偶然分出的偏门功法竟然这么适合我，叶枫这点倒是没说错。南宫绝学，看来只适合娘们。小烈融合兽血，突破到通玄境二重后，这些通玄境一重的护卫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到时候镇杀那个叶枫，绰绰有余了。爹，这兽血你是从哪弄来的？再多给我来点。这兽血是为父一名故人所赠，放心，只要能替我南宫家争光，你要多少为父都去替你求来。哼，你过来让我练两招。少爷饶命啊，小的没有修为啊。没有修为，那不就是废物一个吗？哼，不如趁现在杀了，等他带出去给本少爷丢人。我来陪你练练。灵力化雨。灵儿，你回来了。大小姐好。南宫林。好好的人不做，偏要做畜生。
只怕到时候死的比畜生还难看。南宫林，我可是你哥，别太过分。爹。几月不见，林儿竟然达到战巡一种了。不错不错，快让为父看看。我这次回来是来打擂的，其他事别烦我。南宫林，仗着实力强就瞧不起我这个嫡子，我们走着瞧。不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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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一天闯我房间800遍，这门都要被你撞烂了。这回是真出大事了。你倒是说呀。哦，南宫林回来了。南宫林，就是你之前提过的南宫家的天骄。没错，据说他这次回来就是为了你和南宫家的擂台，听说他已经战巡一重了。小小年纪能有如此修为，果然是个天才呢，不知道他是怎么活到现在的。是，他的确是个天才，所以我们现在怎么办呀？一个跟你差不多大的小丫头，你怕什么？她可不是普通的小丫头，我大哥就是死在她手上的。那时候我年纪太小，不懂事，只知道我大哥好像资质很高，和南宫林并称咸阳双骄。后来一次擂台赛，他被南宫林一掌击杀。我怕你也……我既然应下这场擂台赛，就必定有取胜的法门。说不定还能找到突破碧丹的契机，你别太担心。嗯，我。梅烈，这是不是你们府上的人？嗯，是孙正房。他怎么了？应该是服了什么药，失去神智了。他现在的功力只比通玄境。通玄？可孙正房明明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啊。你们萧家还真是被外部势力渗透了个干净。小心。在这儿老实待着。啊，你小心啊。一个伙夫，一个丫鬟，一个账房，都是这府里最不起眼又十分重要的角色，用藏得这么好的暗桩刺杀我，你们主子还真是下了血本呢。不灭剑气。竟然是传闻中可以使人狂化、忘记疼痛的珍稀兽血，看来又是九天道功。杀叶枫，还毁了我们在萧家培养了那么多年的暗桩，你是疯了吗？哼！前几日罗盘显示，叶枫气运极盛，已远远超过南宫灵。若不杀了他，只怕我们连南宫家这枚棋子也会失去。逆玄大计，事关重大，与其铤而走险利用叶枫，不如先杀了他，再慢慢将萧玲玲推上擂台呀。混账！这是九天道宫巡查使前几日发来的密令，上面说了，萧玲玲早已不是大计的关键，叶枫才是。叶枫？他怎么会？属下知错，我这就去重新安排，确保这次逆玄大计万无一失。
九转不灭体突破第三重后，我的自愈能力提高了不少。可为什么只有这一条灵脉迟迟没有突破？虽然碧丹境第十一重已算圆满，但没有绝世的契机，只怕难以突破碧丹十二重，更别妄想通玄境。第一天骄南宫翎，终于等到今天的擂台大战了，不知道南宫少爷和叶枫谁会赢啊？南宫烈吧，不过听说叶枫已经加入了百药盟，南宫烈就算赢也不敢下死手啊。那不就没什么看头了吗？哎，这可不一定，你们忘了南宫翎跟萧家天骄的事了吗？这一家人养不出来两种人啊。已经到时间了，这萧家的人怎么还未到场？不止萧家，叶枫也没到呢，是怯战了吧？擂台大战是咸阳城一大盛事，可萧家纵容叶枫言而无信，目无规矩，应和他一起被赶出咸阳城。按住向后，叶枫若不到场，萧家同罪受罚。哎呦，叶枫这次可拖累萧家了。哎，叶枫怕了，原本还想当众羞辱你一番，没想到啊，叶枫居然连露个脸都不敢。叶枫，区区一阵，有何不敢来？哈哈，哎呦，萧老太爷您怎么才来呀？快请，我特意为您留了上座。坐哪儿不都一样？反正现在的人呐，也没什么耐性。既然来了，就把命留下吧。看清楚，我已经是通玄二重境了。确实有些意外，不过在我眼里，你依然是个跳梁小丑。你，哼，只会口舌之争罢了。我便以一招，让你看清我与你之间的差距。莽夫！什么？叶枫居然挡下了通玄二重境的攻击？这叶枫的境界也太奇怪了，看着应该早就突破碧丹九重了，可又还算不得通玄一重，难道是传说中的碧丹十重完美境？鼠目寸光的家伙，这是碧丹十一重无暇境。碧丹十一重，这境界真的存在？这怎么可能？看来只会口舌之争的是你。这只是刚开始，看我打烂你那张碎嘴。叶枫，结束了。是该结束。什么？受邪之威！服不服？不服！这么容易就压制住南宫烈，碧丹十一重果然威力无比。但我怎么总觉得他还没尽全力呢？爆裂兽炎！南宫家这回丢面子可丢大了。蠢货！好好的人不做，偏要做畜生，只怕最后死的比畜生还不如。你闭嘴！这群天才懂什么？只要能杀了你们，只要能获得绝对的力量，当畜生也比当人强。好，是失传已久的碧血归元功，再融合兽血后威力更大了。兽血可是无比珍惜的补药，他从哪里弄来的？哼，
烦请赐教，凤凰劫第一层，玄魔浮影，血脉之光。啊，好强的灵力啊！啊，谁赢了？是南宫少爷赢了吧？那可是融合了兽血的辟邪归元功啊！少爷竟然败给了叶枫，通玄败给碧丹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小丽，快请大夫来！哎，南宫家主稍安勿躁，余神医自会救人的。哦，对了，你儿子现在应该也算不得人了吧？要不还是挖个坑埋了吧？你是四娘家主，是不是可以宣判结果了？息怒。这场擂台比试是叶枫获胜，那么这场输赢不重要，他本就不是我要的对手，我要的是南宫林。报，南宫烈已被叶枫斩于剑下。南宫烈死了，但叶枫的气运却死水一样，这小子果然是个变数，看来我得亲自去看看了。梦里花落两眼已朦胧，岁月泛黄是浮沉，蓝外青石半路雨纷纷，铜镜容颜正青春，满玉清风花殿中，眼里纷扰，愿在此遇良人。繁花落尽相伴尽余生，愿人间从此先。